今天做什么功课？把这些东西放上去。再可以看哈那个装修的事。今天下午我也要清洗这个。我去吧。今天是不是洗的？光的，我洗个的。你洗个的哈。你注意点嘛。吃方便嘛？啊。来，我吊着给你。吃不完吗？吃不完。你要给我整成3.5啊？上高速了。其实租金一层墙比贴布墙布的好，还是贴了墙布它没用。终于到了，想看看哈装修的事情。现在是临时，哪个可能真的去嘛？大哥，赚钱了10年了，这一墙老家的房子赚钱的。好，现在都谈好了，去选材料。像这个的话，就是你看，就是造型、门型。哦，因为像这种呢就叫西式版，西式造型。我觉得那种不好看哈。这个就看每个人的想法。那我们洗澡盆一下面，那不需要。哎，像你们菜盆呢？菜盆呢？菜盆是啥子造型？看一下。哎，要不然是双的嘛，单的？都可以，你选单的、双的都可以选。选哪个样子？那个是上面，那个是下面哈。对，就这样配色，上下。选那个白色的，稍微紧张点。要台面的话，就不要选。灰色了，就选白色了。这种起来可能要大一些。啊，那就是那三种嘛。你们也把它拍下来。我们已经会放点东西在里头，然后像这种呢，就可是大致89.1米，根据这儿是现在方就是1米的尺寸，哦，一米这种的话就是看卫生间能不能够放得下。两盆儿都按那种，镜子也按那种。还有一个这种颜色的，你都可以看。哪种颜色？我给你看嘛。要听说你要么这种，这种就是放到就是最通了，要么就是。高达到300多米那个，对吧？有60米啊，很平的话，那就多少个会到。老板，有这虽然我们采过视频好哈，你可以比如说选择像上偏灰色一点，偏深灰色的都可以。但是啊，这个纹理的请你不要选的太浮夸。客厅你选这种会不会太白了？不会。那个装修很好看吗？这个都是客厅的地板砖，浅灰色的。啊，门槛儿的话就是那个，那个叫黑金沙。黑金沙。边框来粘在一起。哦，那是这样的配色。最后来选旧线。我把门选了再来选颜色。哎，这是你们先看。它是2层的。还两层，价格条。如果家人给他的话，他怕给你或者小娃儿啊，一躺着有好多道吧。对，因为主要是怕是有小朋友，晓得嘛。厨房都做那种嘛。啊。那种它看起稍微有点立体感那种。要得。透明玻璃哈。哎，透明的。嗯。工位嘛。工位哈。所以那种看中心台这种的，那你这种就做不到。你都是室嘛，还能做得很差，都是。看嘛，效果颜色，效果图的颜色就和这个颜色很像。这两款。就和这两款颜色都很接近，效果图上。那个配那些地板砖啊、瓷砖那些配起来可以，配得上。也都选完了哈，在那选的。还有开关，开关面板。这种木质呢，就跟质感这个就，好，质感比较简洁一些，就罗马灰色。开关面板差不多。啊。好，现在大功告成，选完了。好终于到了，有钥匙，有开门钥匙。连你们做的还有点大哟。还有特别的大哟。等下学了那个国文吧。我们还吃了饭还赶路。就是啊，我们录下来。300多公里哦，好，差不多。郊外村老伯父。点菜了。我点了。点嘛。不要点。随便点。点菜。点菜。我从打坐的哦，那佐料丰富得很，接的根，那是大串儿。来哟，开整喽。还是热了的。先炸的嘛。把那牛肉下下去。
或者菜叶子也倒进去。安全袋倒进去。没气味。这鸭子好嫩呐。哇，那牛肉好大块一块的。